接下来关心台北股市，虽然投资人是五万讲台北股市有五二恐行情，不过昨昏尾盘是博破8900点了后，今日开盘起43点，伫个平盘整理起起落落。类股方面，汽车、玻璃、电机是起伏上好的类股，拢超过10%。总统曼谷就职3周年演说是发出来讲，新意科技是未来重要的产业，所以新机类股今日开盘是起1.25%，不过大盘。红并乌了后，伫咧平盘附近起起落落。另外，观光、贸易、水泥类股拢跌超过1.2%。伫咧航运类股内底，台船是伫多消息鼓励之下，开盘是起到30块外，创下新高。电子股的方面，宏达电、大力光这高价小的类股表现拢袂歹，以及电子股冒起。